其实从这边一直走都不觉得这很热。嗯，是因为地形的关系还是怎样？很热啊？不是很热，这边不会啊。有风啊，它主要现在还有风。所以主要就是这边是因为海边的风就全部吹过来。嗯，就两边，它那边、因为巴士来讲向上嘛、它那边向上。嗯，然后两边就这样冲突起来。哦，就堆在这边。